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，电影院一直都没有开门，现在大家的快乐也终于要回来了。电影院终于要开门了。7月20日以后电影院就可以看电影了。小编为大家整理了2020年大热影片盒。正式官宣定档的新片《唐人街探案3》、姜子牙、妙先生、紧急救援，还有王俊凯电影《749局》，是一场关于少年成长冒险的故事，一段与马山共同成长的时光，热血澎湃的动作。场面、神秘之旅即将启程，悬疑紧张的故事情节等你来开启，冒险、成长、谜团，跟随王俊凯一起探寻真相吧。你最想看哪部？小凯最近又开始活跃起来了，王俊凯绿洲更新，摄影小天才在次上线，看看他眼中的世界。王俊凯的风景照真的是很好看了。王俊凯不仅是个演员，还是个歌手。凯源 CP 最近又重新活跃起来了。王俊凯和王源的儿时视频真的太可爱了，又可爱又虎。排挤的小小的王源一个人拎着大大的音响去路演，炫目的场景，时光荏苒。小凯和圆圆的合唱，从洋葱时稚嫩的童声到如今青涩的少年音，能够听到王俊凯和王源在歌唱技巧上的进步和努力，能够听到王源和王俊凯在弹唱配合方面日渐娴熟和自然，而和几年前路演时一样执着于一起唱歌的梦想从未改变。当时他们俩就是为了锻炼胆量，现在如果再让他们路演的话，他们可能可以无所畏惧了。小凯也在节目中说自己曾有街边表演的经历，当时他才13岁，有多少人是因为看过王俊凯和王源路演这个视频而粉他们，从青涩到现在的王总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小凯的成长。当时王俊凯和王源在街边唱了一首《洋葱》，逐渐被大众所熟知，从路演到如今，他们一直很努力，而且却越来越优秀。有梦想，谁都了不起。人生中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很宝贵的，不要因为当下的困难而选择放弃。当你努力坚持不懈，回过头再看当时的困难，未来可能也会成为你们一个宝贵的财富。